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第三集第一步第二步 Facebook 的群合页。其实 Facebook 的群合页跟我们国内玩的微信类似，我个人认为群合页比较符合跨境 B2C 类卖家使用， B2B 卖家并不适合，理由也非常简单，这类群组讨论话题比较多，比较自由， C 类粉丝和客户比较适合。对于新人玩 Facebook 的几个建议，外贸新人要玩好 Facebook， 其实核心还是要了解 Facebook 的理念和运营原理。下面我们给新人总结几条。一， Facebook 是社交工具， Facebook 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男生女生社交而发展起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玩 Facebook 首先要有玩社交的心态。 Facebook 不是单纯广告媒体，先社交再带有媒体属性。二， Facebook 是非常强调互动参与和分享的， Facebook 通过信息排名鼓励原创优质的内容，所以如果你类似国内微商这样的思维，长时间发单纯广告，特别是重复的广告，肯定做不好 Facebook。 三， Facebook 的广告推广逻辑跟直通车有点区别。四， Facebook 的大数据理念，其实大数据现在任何大平台都玩， Facebook 通过大量的大数据分析实现商家的精准匹配。 Facebook 增加粉丝的方法，第一，当我们设置一个主页后，我们要求我们最原始的粉丝好友点赞我们的页面，比如我们的资深客户好友等，点赞带来的互动会让粉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。第二，优质的内容推送，吸引粉丝的核心还是有趣原创有价值的内容，优质的内容吸引源源不断的粉丝涌来。第三，投入 Facebook 广告来提升我们的粉丝量，这点刚刚已经分析了很多了。第四，社群合页参与话题，引导评论点赞和转发，并且给予奖励。第六，通过其他渠道营销 Facebook 账号，比如展会推广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、社区博客、商业邮件的签名，那些情况你的 Facebook 账号会被封号。今天有一个粉丝问我，他的 Facebook 账号被封号了怎么办？其实玩游戏就应该了解人家的游戏规则，如果你要玩 Facebook， 几点要特别注意。一、频繁过快的加好友过快。二、加群过多过快。三、 IP 地址频繁变动。四、虚假的注册信息。五、内容违规。六、主动频繁给陌生人发信息。好了，这次就先聊这样多，关于 Facebook 运营的系列文章我还会继续分享，欢迎你们持续关注。